许都看得到彩彩可爱的模样。那可爱的设计也可以拉近捐钱人与我们的距离，也更适合亲子一同前往。那希望可以激发更多人捐血的意愿，特别是年轻的族群。今天彩彩人偶现身担任一日店长，等一下呢大家都可以跟彩彩拍照合影互动。那我们也给雷克斯行销总监尤世贤尤总监以及废材团队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谢谢尤总监，那感谢大家的参与和祝福，我们有请业务组叶正宏组长来为大家致感谢。